也许舒瑞玛的衰老，会一场办法还六分，那你给我来一个，哈，我操，咱们女强人上单啊。快过来！我带点盐了吗？没带呀。你都不补兵吗？是描绘着未来的瓜坛。迅哥，快过来！一手凋零，我打死他！还玩 AD 上单，我捅死他！再给我来杠杠的一波，来，再杠杠的一波，我差点钱。时间里女枪就活不了了，你们没有来世可言。给你的惩罚，为啥呀？为啥给我的惩罚呀？你们的精神空洞。我是什么原因以导致需要被惩罚吗？
我害人，我害谁了？我害谁了？我谁也没害呀，怎么就是我害人了呢？你哈哈哈的，你咋的？我是个家死二，你看着没？我谁也没害，就说我害人，说完我害人呢，就说我也是受到惩罚。那赵信自己要上去的死了，说我害他，就硬赖。你看，要不说我这主播呀，啥都是错的。他自己捅上去了，我啥事干不了。他也给人阿卡丽引过来了，完事给人送个头，说我害他。没辙，啊！我操！天空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。没影，可不没影。你没干的事儿，就硬说你干。再升一级，把他杀了。吃不到，跟我俩比谁 boss 吗？幺四二，幺四二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就是上把，啊，行，这儿就是一会儿我们修理他一波。
们装备了，他一技能好了，让他砸了我一下。拉克斯挂机好久啊，拉克斯挂机了，那 ADC 得骂呀，骂完就去跟我们家八爷抢你的呀，要不这哪能行 ？ADC 不骂我瞧不起我。呀呀呀呀！骂完一块挂机，许多岁月我来了，一闪现，不闪了，吓死了，完灭了。快吗？救救！完了，600没了。就只能金克石来收割了。